我是要给你个惊喜。我下看，你敢骂我老？我要是叶四娘整这事儿，就能踢死我，说我败家。一会儿我把他引到房间里，你们俩就开始整，明白吗？啊，放心吧，整吧。师叔真是个奇人呐，专喜欢这白毛的。谁？龙儿，我是惊雷呀。你咋又来呢？挨打没够是吧？龙儿是你叫的吗？龙儿，白天我看你武功不错，我们也没分出胜负，在当今武林能跟我打成平手的那是寥寥无几，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能不能比试一下轻功。等等，如果你把我赢了，我以后不再缠着你，我还能帮你找回西门长海。说话算话，我拿人格担保。好，请。上来吧。出手吧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我不想和你打。你敢耍我？我是要给你个惊喜。我下看，你敢骂我老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师叔，吃饭。吃了吧，饭还不吃呢。哎呀，公孙阿姨这么一走啊，算是把师叔魂带走了，不吃不喝呀。哎，世间病痛三千疾，没有相思不可医呀。爱情真是让人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呀。啥玩意儿？你整的诗整的都听不懂，你这什么玩意儿？你整的诗我也听不懂。我那通俗易懂，你这什么玩意儿？又这那。去，看来我得回趟恶人谷了，求助我师父。我现在就走。哎，你上恶人谷有啥用啊？我师父那儿有种药，吃了之后能让人断情绝爱。为了师叔，我得跑这趟了。什么药啊？绝情散。天下神医，没有我绝绝子不认识的。唯独你范神医，不知道你医术如何？好大的口气呀！哈，习武之人，说话就是直来直去，还请范神医莫怪。我是说呀，你嘴里有味儿，是不是吃大蒜了？好卖吧。范神医，什么情况？这是？看来我的病啊，是治不好了。师叔，我看您是没有病，这郎中病得不轻啊，说撂就撂了。